大家好，我是老虎路亚的排骨老虎。今天呢，由于这个我们的油调中国的这个节目啊，路亚油调中国的节目呢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江苏的泰州。给我们做向导的呢是海带路亚，我特别好的朋友蒋唐荣先生，在这边的话给我们做一下技术指导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带路亚。今天我们排骨老师有幸到我们泰州。我们排骨老师呢，我是从刚开始玩路亚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叫做仰慕他，然后今天有幸他来泰州呢，我就带他来钓一下我们这里的港鱼，是比较出名的。其实钓友们都知道，我们泰州的港鱼呢是叫做里下河地区呢，港鱼其实是分布的比较很散，所以说呢也有很大的。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，也谢谢大家支持老虎路亚还有海带路亚，谢谢大家。哎，那个蒋兄啊，这边的话，这个鱼这段时间听说是不太好钓。你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全国都下雨，所以你跑到我们泰州来。港鱼，现在是七月份啊，其实港鱼最好钓的季节还是五月份跟六月份，但是坚持嘛就会有收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管大小，我们这个海带不知道是动物还是植物啊，反正跟老虎我们管它呢，动物系列。对对对对。非常感谢啊，然后我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，不管大小要钓个三五条上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开始。一口，终于，哎呀，跑了。那么像我们来到这样流水位置呢，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用到滑沱。滑沱现在用的是16克的滑沱，我觉得流水的位置慢慢的时候效果会特别的好，就是有这种抛出去，然后让它走点气，慢慢收回来，然后重鱼对吧，就这么简单。终于，我就说嘛，滑沱在流水的情况下效果特别好。感觉滑沱嘛，在流水的时候效果肯定是特别好的嘛，地球人都知道啊，在流水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溜，慢慢的溜，然后送鱼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。虽然鱼不大，但是总是感觉吧。所以说嘛，只会钓鲈鱼是对我的误会，会钓所有鱼。那么今天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的油钓啊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遭遇了两三个咬口吧，咬口其实很差，但是我们还是钓了一条这么大的感觉啊。那虽然说是体积不大，不过总算是我们开门红，明天呢我们会更加的努力，大家在这个屏幕前的我们加油，谢谢。